早前小慈同小韩出发周围搜罗图书，想找更多的好书给慈韩的同学仔去阅读。在路途中，他们受到一位神秘人的邀请去他的密室图书馆，但是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秘人的奸计，他将他们困在密室图书馆，并要求他们要破解多宗的奇案才可以安全离开。小慈和小韩唯有硬着头皮去破解奇案，同一时间他们都偷偷地向学校发出求救信号，于是校长立刻就召集了慈韩的同学。校长想大家一起帮手收集各种破案的证据帖子，破解奇案，势必拯救被困的小慈和小韩。同学仔只要透过广泛阅读去收集帖子，就可以破到奇案，救到小慈和小韩啦。同学，感谢你们响应召集，今年我们要一起努力收集帖子，救回被困的小慈和小韩。